设施就好玩。不知道。那如果要选一个，你一定要再玩一次一样的。浩克吧，是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那个流水。跟那个大力水手比起来，嗯，大力水手，我怎么马上就换了？大力水手好玩啊，他们两个都很好玩。我们要不要用自动售票就好了？我们应该只有那个吧 ？Daily 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出来有三到十一岁试试。哦哦。Hello。中间 ，Do you want more food？ 哎呦，变日文了。这个。对，按从开始，然后按。还含税203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再排好了。这个有什么？好看吗？是币啊。好看吗？好看，这样。我看一下这样能不能，那我看一下这样能不能啊？我看一下，不行，但是很帅，你要等它那个白色、金色那个东西跑完。这跟我们那天去那个看到的那个很像，繁中，简中，这不是中文啊，这是葡萄牙文、啊。什么？你是看拖地机哪一个？拖地机哪一个？你也哪一个？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.看完那个影片有什么感想吗？他们飞，然后他们厉害。我最爱的是那个按钮。按钮。对啊。那些登上去，那些太空人按钮。按钮。就应该是介绍他这里附近的自然环境。哦。哦耶，鹿哎。
鹿，鹿，鹿。你不用你说，它也是鹿。哎，老鹰啊，这我知道。这是什么老鹰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波伊狗，这个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哦，美国的那个专属鸟，专属鸟鸟。有一个子弹，他不是为了说什么自然环境被破坏还是怎样，他只是纯粹有游客乱丢丢进去的东西。他这里再看这里，我觉得我确定没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一只。放大，那个草，哪一个草？这边，是蜻蜓吗？对，然后没有人看得到，因为他也没有标号码在上面。可能那个蜻蜓根本就不是重点，那个子弹绝对是重点，因为装置艺术，随手一丢。表示自然环境被破坏了多严重。还有，川普的老鹰。为什么是川普的老鹰？因为他现在是美国总统。海滩上就看到这种猪死在那边。在哪里？在海滩？淡水。这海滩是这种猪吗？反正就是猪，然后死在海，哪里我忘记了。反正就在台湾，反正就烂掉，然后嘴巴外翻，然后变成肿，很肥胖，很恶心，还有味道。定定制的树啊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听到这么说。那不是定定制的树，那个是一个编号。哦，你看这里，看萤火虫。哦，真的。真套萤火虫，放大给观众朋友看，很多哦。好亮哦。有啊，哦，我加指甲。好亮哦。都国旗，还是国旗？跟我。哦。这个是体验太空的运动。然后就在里面拿一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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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想去可以试看啊。我们把那80块存下来，不对，是160块存下来吃东西。要吃什么？我猜有那160块，想吃什么都吃，鼻子酱、鹅肝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嘴巴。右边这个是什么？火星的侦察车，没有车子啊。帅啊！可是根本还没看到。对啊。啊！啊！用纸就可以收到对方的号码。对啊，你还欠我50，对，还有14什么？再就是7只、8只、9只。他说再买一个去啊。就是一个人在里面，然后那个。这不是机器人。对啊，这不是机器人，就是里面有一个人，外面有双手。这是 cosplay。火箭发射的时候，旁边这么大巨大的火焰跟风，然后你们全家人在那边拍照了，而且头发都没有动哦，全家人还穿得很整齐在那边拍照了，都。喵星人。喵星人呢？哎，你这是。手纹辨识。好啦，原本就是开的，大家都在里面。耶。妈妈，这个是 Stephanie right over here。嘿。
这里。五星五号的。哦，有的、啊。这样好吃吗？这样好吃。就是那个的话，没有这边好玩。这边你会知道比较多故事，比较多历史。然后，它虽然没有很多互动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边的你能学得到的东西是历史性的会比较强。刚才李总统讲一句话，就说我们挑这样任务不是因为它最简单，而是因为它是最难。他有讲说，所有的太空人，他们除了精英。之外也是个好人，所以来跟你讲说，你可以不用当精英，但是你要学习当一个好人，懂吗？感觉啊，很冷，很冷。幸好你有穿外套。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都在这边列出来。只是想读工科的、啊，刚刚我们不是坐巴士在游览吗？他介绍了很多都是属于物理现象的东西，就是跌破大家的想象，然后他们想到另外一种方法，举例。火箭不是很重，那我们一直常在想说用枕木或是铁轨去运送这东西，就是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用枕木，也没有用铁轨，他们是用那个石头铺成一个很大的路，这样整个是那个这样走。你老爸是个老人，我就对历史的东西，就是以前发生的东西在讲，每个人讲出来的话或每个人做的东西就很有意义。现在的人我就不懂他们现在的意义在哪里，不懂。像以前的歌曲，就是会讲一些生活的、啊、历史啊什么。现在就是 motherfucker， 就是。因为他进来说让我们看那个1968年的时候有哪些东西，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，然后他们决定要发展太空科技跟苏联竞争，后来决定要登陆月球，展现美国的强力，这样。所以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美国是第一个发送太空梭的，你就说错，只是。美国是第一个把人载上去的，他们也是第一个载上去，但美国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。啊、哦，对对对对，你看哪里？外面。哪边外面？哇、哦，这个很重，哇、哦，这还是很重。有鳄鱼吗？没有鳄鱼，鳄鱼要跨过那个围栏才能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上面写。哎，其实在外面吃也蛮舒服的，不会热。对啊，里面超冷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尤其喝完冰饮热饮料以后 ，alligator and snakes in area，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。他在游泳，你没看到吗？哦，鳄鱼，鱼一直飞起来。他本来要抓那个，好帅哦！我想要不要抓你？你只抓得到你胯下的鸟。13年。台中。
你在那个上面。老板，你可以帮我。想一下，你现在在那个高空中，三十几层楼高。走进去，驾驶舱对吧？因为这是很高的意思啊。我们从很高的地方坐进来，然后进去以后，我们就要上月球，阿波罗计划的起点。The brown ones are the babies. There's two babies in there. 那个巢穴有很多吗？哎呦，哎呦，真的好大。哎，那是没看到的。这应该没有好多鸟。那个外面排队，里面排队排很长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去那个。你在干嘛？运动。这是什么运动？你知道鸭子很用力，这还有运动的吗？那卡比的歌，鸭子被鸭子拍照。干嘛？你的造型很好笑。是啊，真的没样子。然后给你看。没。把那个球拿起来，可是很大颗哎，我拿不起来。对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哇！来，我起来。他这个，哇，高音的，我就绕一圈。这个水真的是无敌耶！先帮我拿下来。那你可以让他换边一次吗？六吨重啊，这个！你们可以让它停下来吗？好，让它停下来。停下来！哦，真的停了。哇，你们成功了！我在那边转，成功了，它变成左右转，正转变正转，对，这样再这样，也让它停下来了。你能把它转弯？不能，不可以碰。转啦！Walk around this way for photos. Walk around.
那假的啦，里面真的是踩那个的轮子，你知道吗？Grown up Rocket Garden Tour, the next one is at 3:30 over. 好，我要飞到白色柱子那边困难，所以我也累，开始。好，我丢下。放弃。Off the wall, but tonight I'm letting it go. Spend my coin for show. I'm gonna be myself, or I could be someone else. No one's stopping me now. I'm gonna skip my breaks. I'm gonna make mistakes. I just wanna feel alive. It's just what I do when I'm out. So.Try not to hold me down. Feel alive when I'm in this town. Look at me. 来到这边之后，你就会发觉到特朗普在讲的就是让美国就会变更强大。美国时光，美国做错事情，每个人都在看，然后他每次都很成功，然后失败他们也把它用得很，营造得很漂亮。他想要让美国重回那段时光，不是重回那个时光，是他认为美国还有办法。重返荣耀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东西就是很大。其实从他们之前历史，他们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粗心大意，是因为他们就是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要大，做精致甚至不是他们的强项，做精致。那他也不想要吧，他不在乎那些细节。对，应该说不想。曾经有人没那么在意这样。美国人喜欢大放大美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敲锣打鼓，就是喂、欸，我做到了，哎、欸，马上门，嘣，东西都是端着，都是大大会，咚，人也是大大只。就是东方人不喜欢美国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少了谦虚这些东西。对，但是美国人就认为东方人太过于谦虚，不适合把自己表现出来也是不对的。对，所以都有道理啊。对，有都有道理。两者之间很难走。Drive a faster car.